老爷生病的第二年，中央大厅。 还有一张在人民大会堂照的，不知道弄到哪去了。我俩照，我给你姥爷照的，没有。这是我跟姥爷在上海，2017年5月，你看你姥爷那时候还很好，2018年就走了。这个，2014年。 这个是在现场照相的人照的，他们才知道哪个角度可以把手和佛手连在一起。这样跟你姥爷，10年了，好了吧？看完了。 10年，我到时候经济好的话，我说，哎，我可以。10年，我已经他想回来了，嗯，不好说。
快点拿多少来，你放一个。 我们中国人呢，在过春节之前呢，要祭拜祖先。祖先他也要过年，所以他也需要用钱来买东西，置办年货。那这就是我们烧给他的，能够在地下通用的那些纸钱。他妈，你远离那点炕火。里边是不是有欧元呢？有，还有护照。美元。对，就希望他们过的日子跟我们是一样的，去哪儿都可以畅通无阻。计量单位不一样。 别去美国，去美国有啥的什么的。我们不一定去美国。欧洲挺好的。嗯，欧元可以。反正他想去哪儿去哪儿，随他意愿，舒服自在。好吧，你不热吗？咋回事呀？
我爸缓缓用我妈那个腿轻松点啊。那个点都已经那啥了，躺下了。你这么早睡觉？不是，酒过三巡。你白来干啥呀？太干了，影响那个干汁，影响新芽。晚上9-10点钟到家，早晨6-7点钟就走，天天走这条路。现在，今天是第107次了。我来一趟是一趟，我那个修墓那俩月吧，两个月来了56趟。是不那个？哪呢？地上呢？那什么数码冲印什么的，是不那个？这是老了，这是07年。我刚好60岁，17年70岁，对不起，这上就没有你爸爸了。看那个时候，看你妈那时候多漂亮。这是姥爷在撒网，大鱼。这个是，这是跟你爷爷这一大帮人，我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你。看不出来吧？看不出来呀。这是 P 过的，这多少年前，都几十年前了。多少年前就能就有 P 图技术了？刚有的时候。拿你当试验品了呗。刚有。这是姥爷和姥姥在上海
这时候还没有发现呢，姥姥姥爷有病。这是在上海苏州照的，这个照片比较老吧。你看这个时候的李飞、沈哲、这左峰，这是你小舅，这个是你，这是李伟霆。你看，有的时候是好好的一家人，硬被他们给拆了。拆了还是家人呢？嗯，他拆了还是一家人呢？你爸和你妈还一家人吗？他们怎么想由他们去吗？小妹明天回来了，我把被子这个罩洗干净，给它装上。这过年期间盖的被子都脏了，油了吧唧的。结婚，姥姥把你的湿棉被都给你买了。多少年以后的事儿了？嗯？我说我结婚都多少年以后的事儿呢？多少年以后的事儿，我给交给你妈，让你妈给你放着。我估计再有个二十八九、二十七八就可以。可以结婚。别天天给我计划这事。结婚太早了，也没啥好。多早算早啊？太早了，影响你的那个什么吧，又顾家又顾工作，又要上进。那你的应该什么时候结婚？啊？那你就啥时候结婚好？我觉得二十八九。三十岁之前再结婚，过早的结婚了，哎，又忙工作又忙家，弄不好就产生一些负面影响，所以说容易。而且人真正懂感情，不是像你这么大。那多大呀？世上最明白感情是从三十五岁以后。现在人和人都不一样，你这怎么能一概而论呢？年轻人呢就容易冲动，有些问题呢想的不具体，想的不现实。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好多人都离婚呢？就闪电似的，就把自己的个人问题就定了，完了又闪电似的不行，就又离婚，这对谁都不负责任，知道吗？好像咱俩在错了，这样。所以说，我觉得。干啥呀？就这样。你转了一百八十度，这不是又转回来了吗？别转一百八十度。转。然后。想充分想明白了，穿在脚上合不合适，再考虑谈婚论嫁。谈一百次恋爱，别离一次婚，知道吗？昨天越来越多，明天越来越少，这就是人生，
你注意之所以觉得，你之所以觉得一年比一年快，是因为时间对你来说一年比一年重要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我倒觉得不一定，难道不是时间对你来说越来越不重要了，你才觉得时间过得越来越快了吗？那不是。那你觉得时间过得快还是慢了呢？啊，我觉得他说的这是昨天越来越多，明天越来越少。那你觉得时间过快了还是过慢了呀？过快了呗。越来越快了。是啊，对我们来说时间真的越来越快了。再见到我姥爷，你会跟他说什么呢？见到谁啊？见到我姥爷。假设有一天，那我一定会说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很想你。没了。那我能说什么？确实很想你。其实你姥爷离咱们也不远。